アムロちゃんが壊れちゃうよ。由 SEGA 知名游戏制作人米尔雅所开发的黑帮动作冒险游戏《人中之龙》终章，原本预定在3月17日发售，但是偏偏遇上了东日本的大灾难，因为游戏内容敏感，导致发售延期，但经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，终于重新公布了新发售日期，将于6月9日发售。而初回限定版将会附上声援日本的贴纸，并把《人中之龙》终章的部分收入金额捐出救灾。《人中之龙》系列以超写实的日本黑社会的剧情发展，丰富多样的内容，电影般的大魄力受到玩家的好评。而《人中之龙》终章应改之前的风格，导入前所未见的僵尸内容。原本逞凶斗狠的黑帮老大，为对抗僵尸病毒的肆虐，而不得不抛开彼此的成见，共同携手对抗僵尸。龙が如く、オブジエンド。